毁谤、权益被剥夺，或者遭受其他身体上或心理上的苦恼。不要灰心，反而要重新燃起慈悲心，发愿因着自己的痛苦，愿所有众生的痛苦能够烧尽。不管什么状况升起，勿喜勿悲，在不可动摇的宁静中保持自由安适。止息苦难之法，要止息轮回苦，首先意念恶业的定义。任何果报是苦的行为，通常是由贪、嗔、痴所发动造作的行为。接着必须做两件事，是净除生命中每日所造的恶业和无始以来无量过去世所造的恶业。是改变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为，避免再造更多的恶业。不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必须净除的恶业将永远没完没了。因此，我必须马上起修对治法，一秒钟也不延迟地即刻净除所有恶业。修持四力净业法，有助于净除我们已造的恶业，且不去造更多恶业。四力净业法，了解所造的恶业以及所引生的苦果，由此了解而在心中升起强烈反悔，此即称为反悔力，即是第一力。由此反悔力而行诸种善法，加以净除恶业。例如做礼拜、持咒念经、观修空性、无常之智慧等等。这些是对所造不善业加以直接对治，
此称为现行对治力，即是第二力。除此现行对治力之外，还必须升起防护之心，防护以后再去造作恶业。即称为防护力，即是第三力。第四力称为依止力，这是因为造作不善业的境有两种，上是佛法僧三宝，下是一切如母有情，我们是缘此二境而造作诸种不善业。修习皈依及发心，是对佛法僧三宝产生真实信心，一心一意祈求救护。由此可对治因不恭敬而产生的诸种不善之举。与佛法僧三宝不共的恶业，可由修皈依而对治。作就发心而言，是要承办一切有情众生的罪究竟利益安乐。因此缘故，原众生所造的恶业，可经由发心依慈心悲心做修持，来做对治。原众生发起如是强烈的慈心悲心，可以对治原众生所造的诸种伤害之恶业，可以净除。这是依造恶业之境而行忏悔的缘故，所以称之为依止力。须由上说四力对治所造之恶业。如上说，是以四力对治诸种不善业，而所对治之恶业，可分为二种：以造之恶业加以对治，未造之恶业令其不生。
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青海学生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，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，以圆满老安少怀，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的精神，让社会上的弱势者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温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，累积福慧资粮，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身心健康、平安吉祥。护持淮海基金会发扬佛陀大慈爱，援助弱势众族群，同离忧患常安乐。护持账号5005-9824 5005-9824，户名淮海教育基金会。因果其要义，菩提心的修习次第，先具有两种观念：一，做平等想；二，成悦意相。一次第，一知母；二念恩；三念报恩；四慈心；五悲心；六增上益乐；七菩提心。为了救度众生而发心成佛，以度生大恨作为成佛资粮，把自己的悲心怨行和众生的痛苦打成一片，发心学菩萨行，求成佛果。这种大信愿的坚固成就，便是菩提心的成就。真正的敌人是以自我中心的自私态度、自私的恶魔，真正的恩人是一切众生所有的母亲。Yeah.
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